有瘦身，我在增胖，我在增肌，对，没有减脂。因为当然心里是带着对于金马五九的隆重的心态，所以想要好好的做一个不一样的谢颖轩，所以今天的造型也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又紧张又兴奋又开心，所以现在其实五味杂陈。我不想要讲这些事情，我不想想，对，我希望都是好的，然后非常顺畅流畅这样子。每一个环节都很期待啊，因为其实今年的那个入围有很多很多的影片或者是演员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超级难选的，所以我很想要看评审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。今天晚上我想高潮就是在所有的得奖者身上。对，这个等一下看就知道咯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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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